拿我来。德云社作为亚洲第一相声天团，粉丝数量自然是数不胜数。从最开始的钢丝到如今的德云女孩，他们对角儿的喜爱程度那是无法想象的。正因如此，每次演出之前，粉丝们都会送来各种各样的礼物来表达自己对角儿们的喜爱。之所以会这样，那是因为我社的角儿们个个都是宠粉狂魔。在早年间，郭老师就曾站在台下挨个给粉丝签名，一边签着名，一边还不忘和粉丝唠嗑。可见这是真没把粉丝当外人啊！身为师傅的郭老师都如此的宠粉，底下的徒弟们更是不在话下。身为二奶奶的都知道，张玉雷与粉丝之间总有些只有他们双方才知道的小暗号。在一次专场演出上，台下的粉丝们就迫不及待地要求辫儿哥对暗号。本打算直接入伙的辫儿哥，见此还是满足了现场粉丝的要求。又来了！哎呦喂！让我先，我一口老血喷在了，满意了吗？说相声。当时场上的气氛可谓是直接达到了顶峰。不过咱辫儿哥的宠粉行为可不止这。